巴里地区这几年来出现真侪优秀的体育甲艺文团队，为巴里争取公营。所以区公所利用污水处理厂的回馈金来办理奖助金，本年度的金额有25万。巴里高中棒球队小球员正在认真练习，希望能争取好成绩。为着鼓励巴里地区这挂优秀人才，巴里区公所今年头一届举办巴里区体育艺文成绩优秀奖助金的申请，奖金总共有25万。啊，我们今年哦，利用污水处理厂回馈金，我们编列了25万元，针对我们巴里地区的选手参加体育跟艺文活动，只要参加全国性的比赛得到第一名，我们奖励5000块，第二名3000块，第三名2000块。那如果参加我们市级的比赛，就是市政府的市级比赛，我们第一名奖励3000块，第二名奖励2000块，第三名奖励1000块。巴里地区这几年来出现不少优秀的体育加艺文团队，不管是参加新北市的比赛，甚至是全国比赛，都有很好的表现。巴里现在目前哦，各项的比较优秀的团队有巴里国中、大坎国小，巴里国小有组成棒球队，现在目前都陆陆续续的参加各项比赛，也都得到不错的成绩。另外，巴里国中哦有一个重点发展的就是柔道。本年度的奖金即马就会开始申请，得奖单位会伫咧受奖了后3个月内向民政局来提出申请。记者蔡正乾、李美惠，巴里采访报道。